据微信公众号中国海警29日消息，日前中俄海警舰艇编队在北太平洋公海执行联演联巡任务，面对中国近段时间在北太平洋的活动，美媒称中国在美国家门口增加存在感，美海警还表示将用存在对付存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专家认为，西方媒体歪曲解读中国海警正常巡逻执法活动，目的是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在北太平洋的行动受到美媒密切关注。美国新闻周刊27日称，中国增加了在美国家门口的存在。报道提到的证据之一是中国海警开展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而北太平洋与美国阿拉斯加海岸相连。新闻周刊称，其根据全球渔业观察网站提供的数据，并追踪自2022年以来中国海警船在北太平洋巡逻的情况，发现中国海警船大部分时间在北太平洋西部海域巡逻。去年中国海警船曾接近阿留申群岛西南海域。美国海岸警卫队对新闻周刊表示，中国海警船定期在北极地区、白令海等巡逻，而当战略竞争对手在美国水域及其周围活动时，海岸警卫队会以同样的方式应对。27日，路透社援引美国海岸警卫队太平洋地区司令廷森的话报道说，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关注中俄海军增加阿拉斯加和北太平洋周边的活动。我们所做的就是用存在对付存在，他们在哪里出现，我们就一定让他们知道我们也在那里，双方有沟通，他们有时通知我们只是路过，很快就离开我们的专属经济区，有时我们会进行监视。廷森还称，美国海岸警卫队与美国军方和加拿大交换信息，迄今为止与俄罗斯或中国的接触都是专业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问题专家卓豪29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媒显然也注意到中国海警在公海的巡逻执法活动从法理上符合国际法，在实践中是在多边机制框架下开展的执法操作，符合国际准则和规则，而且这项活动开展多年，与美国也有过实质合作。美媒称2016年，中国海警与美国海警曾联合部署舰艇打击北太平洋非法捕鱼活动。即便如此，西方媒体依旧刻意透过滤镜试图歪曲解读中国海警正常的民事巡逻执法活动，诱导舆论受众联想中国对美军事威胁。卓华认为，所谓担忧是一种错误的安全共情，建立在美国的经验基础之上。事实上，中国海警在多边机制下与其他国家开展联合巡逻执法，是中国履行大国国际责任、提供国际公约安全的体现。联合巡逻有助于实际提升联合执法协同行动能力。